维新圣教斗六道场，在国历106年2月18日至2月19日共2天，举办和穗祈福拜忏消灾法会，由维新圣教梵拜学院法师诵经祈福，法会恭诵《鬼谷先师天德经》《王禅老祖玄妙真经》《忏悔灭罪消灾祈福忏文》，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参法事，同沾法益。道场地址在云林县斗六市仁义路25-22号，询问电话0553746669，0553746669。